我是金街地产的燕爪杨，今天非常开心带你来到旺市，为你介绍这一个高端大气上档次、低调奢华有内涵的房花 Wycliffe The Promenade Townhouse。我们来到的是 townhouse 的顶层，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非常大的 rooftop terrace。 那么你可以想象在夏日的午后约上三五好友，在这里吃个小点心，喝个下午茶，来个烧烤，生活如此的惬意。选择的是双车库的 townhouse， 那你还会有一个专属的 deck。 那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每一家，它都会有自己一个专属 deck， 进一步增加了你的活动空间。